欸，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帮电影动画配音，也想不到吧，就是我好像平常有在做一些恶搞配音，真的要实际做配音是非常困难的，去模仿他的声线，去模仿他的表情，然后跟他的动作，我真的在配的时候我就这样，就是啊，可是压缩器却启动了，呵，我也是蜘蛛人，我是白雪公主，蜘蛛人穿越新宇宙6月21号电影院正式上映，也可以进电影院里面听中文版，然后听听看我的声音到底在哪里哦。This is unbelievable. I love how many variations of you guys are. 蜘蛛人联盟 ，Wow！ 英雄集结 ，Woo！ Bad, right？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6月21周三中英文版同步上映。